快点，快点，走！老实点。哎，拿着，过来，走。快走，看你们往哪儿跑。哎，我是队长，可以打开了吧？康姐，我说你的手脚也未免太重了。哎，你这骂我当班长。哎呀，我手都紫了。哎呀，对不起了，是我手重了。你瞧咱们队长，真是的。哎，瞧把他们。怎么样？哎呦，都红了都。还可以吧？哎呀，哎，我说队长，郑龙，我们半天。 今天晚上给我们吃什么好吃的？来来来来来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请大家抽烟啊！别把我忘了！哎呀，忘不了你啊！队长在涮我们呢，吃完了到月底又要扣我们的加班费了，这就叫做先吃后算账。啊，小杨，你别瞎起哄啊！啊，这一次啊，我保证说话算话。哎，老吴。 你给我担个保，哎，这个保我可不能担啊！哎，为什么呀？人仗啊，不全是我的事儿？哎，别理他！看来在这方面，我在全队的信誉是不大好啊！哎，知道呀，队长。好，今天我就真的请大家一把。哎，好，是为了反劫车演习圆满结束，二是为了反劫车重案组今天成立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顿饭。 可不是好吃的啊！哎，不要你请着，我们这吃的，对不对啊？不就一百多斤吗？不了不了，赶紧请客，赶紧请客，咱们走吧。走，今天好好说一顿。哎，好好。你想吃什么？赶快说啊！这顿饭啊，真难得。过了村可没这店啊。就是。下面说不定我们家什么任务呢。走吧。哎，甭管了，先吃了再说。对，吃了再说。小姐，好打扮的。来来来，队长，不要糊弄我们啊！哎，不会。哎，好，走，上车。
你们二位都带身份证了吧？你问这干什么？前面有公安查报站，出城的车子都是要登记的，乘客也要查验身份证的。啊，带的带的，我们出来怎么不带身份证呢？花钱坐车，这么麻烦。可不是吧？我们开车的也没办法。我就不相信，我这个大活人能让人给劫了。是啊是啊，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劫车呀？啊，不过还是当心点好啊。那是那是那是。两位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们是做贸易生意的，什么都做。哈哈，是大老板呐。这次去我们去办点事情，办点事情。哥们儿，来抽支烟。哦，马上到查报站了，不能抽烟啊。客人去宁江啊？哦，请下车填一下，出门登记单。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。你的？工作证行吗？不行，要身份证。哎呦哎呦，哎，你们去宁江干什么事啊？要债。宁江一家公司啊欠了我们的贷款。要债？干嘛要深更半夜去啊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找到人啊，要债的事情不能耽搁。真是麻烦，回城的时候这个单子还要交给他们。哎呀，我就看不出来二位老板哪会像坏人呢。啊，就是。小姐刚刚打我的手机，我怎么能够？原来是这样。哎呀！停车！快点，我不行了！救人啊！哎呦！停车！哎呀！又开走了！又开走了！停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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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师傅帮帮忙吧。出什么事了？他要临产了，帮我们送一下医院好不好？这人要伤了，快点。师傅，无论如何帮帮忙啊。哎呦我不行，我都流血了。哎呦，你们快帮我把他扶上车。哎，好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来，谢谢。哎，不行，谢谢。哎，不行啊，我是有约会的。什么不行？你还有没有同情心啊？这哎呀，我花钱坐车，我干嘛要下来吗？哎呀，慢点。来，哎，我不能下车的。哎，我是有约会的。哎，这是怎么搞？你给我过去。哎，救人要紧，你这是拒审呀！我要去投诉你的，投诉了，投诉好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？小姐打我的手机在等着我呢。哎，我要去约会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！哎呀，我管你什么呗！哎，我有约会，你随便把我赶下车子来。而且我是有约会，我一定要去投诉你的。哎，你无论如何不能不在我手上。哎，你怎么搞定了？我马上就去投诉你，我一定要投诉你啊！你太不像话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烦死！师傅啊，前面的出口下高速公路右拐。右拐？哎，你不是说去宁江县吗？是啊，去宁江县的一个乡办厂，右拐一会儿就到了。好嘞，怎么走你们尽管说好了。停车！哎，同志，你违章了，赶快停车！对不起，车上有孕妇，我不能停车。好的，你跟我走。是不是快到地方了？我怎么连灯光也看不见呢？快了，也许是停电了吧？电了？师傅，请靠一下边，我想方便一下。哦，好。方便一下啊！不要紧，我在车里等你们。哎，那抽支烟吧啊！哎呦，谢谢了。哎呀，出来吧你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救命啊！哎呦，有人劫车了！哎呀！
救命啊！还有人接！哎呦！哎！哦！啊！走走走，上车上车上车，快点，他妈的怎么了，这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啊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啊，那这那赶紧，那赶紧抢钱，钱钱什么钱，他身上的钱，钱看来这个车是劫不成了，这没有啊，这他妈什么鬼，这什么也没有啊，才这么点钱，走快走走，哎，你给我点，来，好好来拿着，快点走，来一块二块，站好，来快点，快点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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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转过去，好的好的，来，走，你到这里去，哎，来拉啊，哎，多少啊，四米五，好好，快点快点，好好，我带你开过去，啊，来快点，啊，队长吗，哎，点起来啊，哎，量一下，好，我在现场，好，等着你啊，对，你们车赶紧过来！哎，好的，好，行了，快，好的，好，慢点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抬不起。来来，过来，我看一下。好，走。好，队长，现场勘查过了吗？勘查过了，犯案时间在两小时之前啊。我把这儿也被害人的脖子上明显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，而头部、腹部都有贯通伤，而且失血很多。啊，走，看看去。好。啊，在这边。在这边。这儿都有脖子痕迹。队长啊，车上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，看来犯罪现场不在车上。这驾驶员座上的防护罩都被拧弯了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作为一个刑警，工作要细心，你懂吗？哎，我知道，队长，我是说，搏斗现场是在车外，您看看。喏，就在这儿。哦，看看。歹徒是在那边经过搏斗，从汽车的后备箱一直。拖到这儿来了，然后在这儿进行。老吴啊，从现场情况看，驾驶员一定是被他们硬拉下车的。那边才是他们搏斗的主要地点。看来情况还比较复杂呀。所幸的是，驾驶员在被歹徒拉下车之前，已经关掉了防爆开关。哎，队长，车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。啊。你记下车号，哎，马上去查报站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好的，好，去吧。好，我去了啊。放心。老王，你过来，在下周各公司驾驶员的安全学习会上，你要好好批下校园。夜间汽车出城，为什么不坚持陪驾制度？好吧。哦，对了，给飞燕公司肖总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到医院去。好。队长，队长，局长打电话找你。好。局长吗？我是高明啊。被害人目前已经送到医院去了。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是团伙作案。对。好。好。
你们继续勘察。嗯，我先去局里，然后去医院。好的。我是少远。什么？在什么地方出的事儿？你立刻到医院去。哦，还有，通知安全员李强，我马上就到。刘主任，哦，肖总，你来了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正在抢救。听公安局同志说，是外地的一个司机报的案。医生说失血过多，很危险。哦，车上就他一个，没陪嫁？没有啊。真是怕什么他就来什么。我在公司大小会上说过多少次了，要注意安全，可是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。这下子好，你们安全科是怎么搞的？李强来了没有？没有呢。嗯，给他打电话，叫他马上到医院来。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不在家，打他呼机他又不回，我刚从他家来嘛。你不要给我解释了，这么晚了还不在家，明天还有精力上班吗？打他呼机又不回，明天给我把他呼机收了。可是什么？是因为他是我师父的儿子，只要你们管得对，怕什么吗？嘘，哦，请你们讲话小声点儿。对不起啊。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？好吧。出牌啊你啊。七条。走。嗯。眼睛。哎。哎呦，烦死了。把你那破玩意拐了。嘴呀。他妈的。老子今天晚上输了1200。就是让这倒霉的靠近给搅的。嗯，你呀，你要是早把寻呼机给关了，不就不是孔夫子搬家总是输了吗？真是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老妈一个人在家，我这呼机啊就是为她老人家服务的。打。哎呀，你破玩意关了好不好？烦。你还真是个孝子。不过今天晚上靠你呼吸的都是你单位打来的，别看了，快出牌吧。嗯，安心打牌，免受干扰。对，回电话就快去，我替你打。哎，谁说我要回电话呀？啊，8个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。宋明。哎呦，姑娘啊，今天这事叫我怎么谢你呢？啊，大妈，看你说的，你女儿这事儿要是别人碰上也会这么做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快回去照顾你女儿吧。你收着啊。哎呀，大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。哎呀，你大妈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你要是这样，我可生气了。收下啊，姑娘。好了，我真是大妈，快回去吧。真是好姑娘。
哎呀，肖总。肖总，你们这是？哦，柯兰，柯兰，公司出事了。出事了？嗯。哦，队长，哎，来了。啊，驾驶员情况怎么样了？正在抢救，还没脱离危险，失血很多。啊，看看去。啊，飞燕公司的老总来了没有？哦，来了。哦，嗯，高队长，我在这儿。案情有线索吗？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呢？哎，我的老总，你的司机夜间出城为什么不带陪驾？防患于未然，你难道不懂吗？经济效益要抓，治安防范更重要啊！啊，是我的工作没做好。对，没有做好，一句话就完了，人命关天呐。嗯，高队长，来抽支烟，抽支烟啊。哦，医生来了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是啊。大夫，伤员怎么样了？失血过多，我们正在尽力抢救。哎呦，医生！谁呀？光哥。啊。他们回来了。是吗？买卖怎么样？买卖不错，买卖不错。不过就是胖子他们把人给杀了。嗯，怎么？你说什么？广哥，他们也是迫不得已呀。别啰嗦了，让他们进来见我。快进来吧。光哥，光哥，你们知道我的规矩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只求财不伤人。对。可这年头，求财就得伤人呐。废话。哎呦！大哥，光哥，光哥，大哥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哼！老子又不是看着你们当年救过我的命，我马上把你们废了。啊，光哥，我们知道你的手头现在特别特别的紧，想为你多挣点钱。可是我们上了车以后，那车始终发动不起来。是是，我可以作证，真是邪门了。那个车子怎么发动，它就是发动不起来。要不然我要不然，要不然会怎么样？要不然，你们骑了车就远走高飞了。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啊。是是，没有的事啊。
别瞒我了，你们早就想自立门户了。这次闯了祸，你们都跑回来了。光哥，是我们糊涂，我们该死，我们该死啊！看你这个孙子样，你们都知道干了些什么吗？伤了人，案子犯大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也不长长眼睛，好好看看新闻。公安局成立了反劫车重案组，你们知道吗？让你们小心点，让你们小心点，看看，撞到枪口上了吧？光哥，我也是看到弟兄们手头他那个，这才我就是啊，我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找个地方，猫两天再说。我们没地方躲呀。还记得蔡小姐她老舅家吗？记得记得。把钥匙给他们。你们赶快走。你怎么这么笨，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，要是给警察盯住了，不就全他妈完了？光哥，他们非要见你，犯了事儿这心里发慌嘛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赶快写个东西，明天一早去打印一下，就说这两个人因为在外边嫖娼被我的公司开除了，就这么说，赶快去办。啊，知道了。茶吧，不用了。你不要难过，医生会尽力的，别哭坏了身子。克兰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克兰，你回去吧，明天还要出车呢。没有关系，我还要等一会儿看看汤师傅。你还是回家吧，有我们在就行了。肖总，我和分局同志在这儿等，你也回去吧，圆圆一个人在家。那怎么可以？我不能走的。要不我去陪圆圆。那也好，又麻烦你了。没事的。对了，别忘了给你家里去个电话，给你爸爸说一声。我知道了，队长。来，查报站情况怎么样？是两名男青年乘的这辆车，他们离城时登记的身份证是假的。老吴啊，你们俩留在这儿，我和小杨回局里去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。好的。哭了。
小姐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请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哎，侦缉员总，到底怎么样了呢？别着急啊，情况会好的。嗯。急死了，别哭了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能告诉我吗？哎，请你们不要进来。哎，这哎。我丈夫怎么样了？啊！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孩子干嘛？来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！你不要再哭了。请问一下，谁叫赵英？赵英，医生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伤员在弥留之际喊了几声赵英，是他的什么人呢？哦，不不，赵英是我们公司的一位女司机。我可怎么办呢？赵英。走进那温柔的黎明。
石头也会给